大家好，我是李彤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几款特别好用的东西。这是一款脱毛仪，它有一个很好玩的名字叫“精致十八”。它前面这个头还可以起到冰敷的作用。那我们打在肌肤上，可以起到脱毛的作用。这款脱毛仪呢，譬如我们女生身上会汗毛重一些的，就可以用在手臂上。然后还有些女孩子比如唇毛比较重，就可以用这个打一下，也非常的方便。